放白根啊，有些人放 ham 啊，调味料个人喜欢的。这个 carbonara 的料放下去，放点水哈。接下来我们要把那 carbonara 炒一下。鸡蛋里面放下去，炒给它均匀。OK， 然后把它炒均匀了，就可以把它拿上来了。两分钟就把这个咖喱辣的酱煮好了。OK， 把它放上盘了，美美的 carbonara spaghetti 就好了。